全军出击！杀绝！咦，漂亮！我自己打。你这不耽误事儿吗？你说我红 buff 啊？真恶心人呐！这乌迪尔，试试我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扎了我一刀，抽一血啊！吃药。瞎眼吧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呀！好了，回家了。觉得走运吗？差点钱呢，瞎眼吧！该算是旧账了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挠痒啊！小王八蛋！你还以为你卡了？不，你卡了，就都这样，都卡。我可死了！操他妈，还死一把！哎呀，哎，为啥人家每回掉线都不死，我每回掉线都死呢？就像瓮中捉鳖一样。别给我卡了！我是在虚张声势吗？瞎眼吧！致命点人。
先吃他一层塔皮。走呗。你看这怎么 A 到我的？我佛了！放松，伙计。我还 A， 我不 A， 我们快速拔枪不没了吗？我 A 他刷快速拔枪啊，他马上 QE 好了。哎，我 A 他干啥？我不知道我 A 他干啥。我就喜欢打移动的。我是寻思我一个瞎眼接个大招，他正好闪现，我把他杀了，还他妈亮上牌了，还给你狠的。你要杀他呀，杀呗，把头埋低。哟，我操，三级梦魇儿，我佛了，这梦魇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这油盐怎么没抽着呢？我想想现在这蓝枪出啥呢？进攻不乐意出啊，出星石吧。一级梦魇也没用，一级梦魇有用，一级它没有意义，它没有意义，我能杀。这一血塔也给我整没了，哎呀，这真厉害。
不挺能亮牌的吗？亮啥呀？我可没时间胡闹。放松，伙计。可血战斧了吧，不打了，回家。但我差点钱呢，我差了100块，这可怎么办？觉得虚张声势吗？好，钱够了，回家了。谢谢王俊凯美女帅的星空卡，来个星石吧。我刚才杀他一波，我还比他少一级，我还得再杀他两波，能比他高一级。这么点小玩儿呢，亮牌，还要越塔杀我，我的天！想到我弟了吗？有红 buff， 把红拿了吧。我得赶紧来一个攻速海。没有攻速海，这上子弹太慢。你把他一抖，剩下的咱就管不了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往上走。瞎眼吧，亮牌。给我吓当了。哎，我这蓝枪出个这玩意儿怎么样？我感觉行，我觉得行，我直接来个这个攻速攻击力包机移动速度。收集者一会儿的，哎呦，我这沙米拉不进去啊，哎呦，我沙米拉给推飞了。啊，瞎眼吧，干哈呢？完了，给我风筝了。
这地方要没墙就好了，我那一个Q啪嚓两个人全死。单卡杀呀！打个红去。好快哟、哦！这回攻速穴位是有点快了啊。瞎眼吧！锤石是怎么死的？给我把梦魇杀了，漂亮！还剩个维恩，不杀 ADC 飞我，你这飞我干啥呀？飞 ADC 呀！你可点不过这维恩，你不靠墙可能能点。那就投，谁也别不点啊！快点给我投。快点投！这那么喜欢投降，投吧！那锤石过去干啥去了？瞎眼吧！够一天！想到好主意了！哎呦我操！我闪没出来。派克斩杀线这么高，睡吧。哎呦，乌迪尔！死了吧，还皮不皮了？这不打大龙去了？别杀维恩！哎，有红 buff， 我可没有挂胡子的闲工。
不能打了，我们这一个打俩费点劲呢。瞎眼吧 ！Who are？985不错，985不是气象报告吗？收一下，闪现，瞎眼吧！啊！这白银跑的咋那么快呢？哎，我多出了一把长剑啊，那我这把长剑出啥呢？来个夜刃之风吧，一个屁刚才没有蓝，还一呢。来个无尽吧，不行，出个无尽之刃。我都没见过这卡莎的人，我们家还有个卡莎呢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挺奇怪呀。瞎眼吧！该算算旧账了。把这剑魔杀了，那就一个人跑过来干啥来了？出去呀！瞎眼吧！那锤石咋不过来呢？杀剑魔一共就一个人，还不杀他？哎呦我，好勾，就是把自己送出去。哎呦，杀米拉，杀米拉，永远给玉墙上去了。来个灵巧披风吧，给大招，一上来啪扣一下，哎呦我操，这怎么这么疼啊？饭馆的血呢？看派克没有春哥了。把派克杀了，没有技能了，没有意义了。
等他们家上路下路复活了以后，我估计就有点难，有点费劲了，不太好打了。那派克收割起来没啥办法，装备有点好啊。尽量避战吧，要我说最好是先别挡了，拉倒了，反正那卡莎也不玩来了。你像这一波如果我们打输了，那就是被一波，没人死了，那随便打了。瞎眼吧！最好是一波啊，能一波赶紧一波，别磨磨唧唧的。这波俺们为了打赢这波团战啊，费了很多技能，死死吧，我开打。来个无尽吧，看能不能再整个秒表。差一丝儿，可惜了，可惜个屁！那 ADC 自己不点塔，还可惜了呢。我漂亮五点闪现，别熊别熊玩吧。你要狂风之力，你要狂风之力穿墙啊。想的倒挺好。这种时候谁还去打大龙啊，那三路都破了，我直接上高地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别让那维恩回家，你给我勾他。这几个人，这剑魔一个人还是打大龙呢，你们家都守不住了吧。我操，我5.5评分，我都